罗先生，罢了。若有人不愿留下的，现在便可离开。 凤舞，你也不必太过为我担忧了。我现在临时受损，力不从心是自然。为师已经活了这些年岁，已是大幸了。师父，我真没用，既不能帮你分担，也不能帮军令院排忧解难。是为师也没有料到。 如今的君武学院，竟然是这样一盘散沙。各大门派想必也只为自保。如此一来，我们是无法抵抗暗夜魔尊和圣后的。师父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如今之计，只能靠你的力量来奋力一搏了。我的力量？没错。为师需要你回到你曾经来的地方，找到那股力量，重新再来一次。这样，便可以使时光流转，在一切还未发生之前，阻止它。师父，只能这样了吗？ 要是我回去了，再生了变故怎么办？一切自有定数，你只需顺其自然便可。好了，回去准备一下吧。为师休息片刻，后日便送你离开。 君临渊，我一定会回来和你共同面对这一切的。你要等着我。出来吧，先生。让凤舞回去寻找的力量，究竟是什么？